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J Irene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这一张词句重组的这个练习单。好，请你们拿出这一张纸出来。然后，首先呢，拿到这一张纸呢，先圈上你们的班级。OK， 你是什么班级呢？你就圈什么班。还有写上怀疑名字。OK， 记得要写怀疑名哦。好，我们再写上日期， OK， 就是当天的日期，不懂的话可以问你们的爸爸妈妈。好，做完功课一定要给爸爸妈妈签名， OK， 一定要给爸爸妈妈签名。好，还有写上星期几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开始做这个词句重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题， OK， 好，来我们看第一题的图片。OK， 这一张图片里面有什么呢？这一张图片里面有小狗，有一只小狗，对吗？ OK， 这个小狗在做些什么呢？它在地上，地上吃什么呢？看着，还咬着什么东西？它在吃什么？啊，它在吃一块肉，对吗？啊，他的嘴巴在吃着一块肉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他的生字词。OK， 把，把那块，那块小狗，小狗肉吃了，肉吃了，地上的，地上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开始做 ，OK？ 好，刚才老师有讲到，这是一只什么呢？这是一只小狗，对吗？好，我们找小狗的字出来。对，这一个是小狗 ，OK？ 小狗是排第几呢？我们要在这个圆圈的格子里写上它的号码 ，OK？ 我们要跟着秩序排出一个正确的句子 ，OK？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。刚才老师讲的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图片里有一只小狗，对吗？好，小狗，然后写上一。OK， 好，小狗在做什么呢 ？OK， 它在哪里？它在地上，对吗？啊，它在做些什么？它在吃肉。OK， 好，小狗在做什么？把，对吗？把，好，写上第二。把什么？地上的那个肉在哪里？那个肉在地上 ，OK。然后地上的那块什么？那块肉。肉吃了 ，OK， 肉吃了。老师有讲过，有句号的肯定是排最后一个 ，OK。好，写上五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来开始排一下它的句子 ，OK。刚才第一个是小狗，对吗？好，我们先写小狗先。在写的时候呢，你们的笔画是要正确的哦。小狗排第二是什么呢？把 ，OK， 写上把。把什么呢？把地上的，那块第四 ，OK， 跟着它的秩序写下去。
快。肉吃了，排第五，肉吃了，写上去，横线上。然后写完一定要写上什么呢，小朋友？一定要写上句号啊！写上句号呢，你的句子呢才算完成。OK， 好，我们读一次：小狗把地上的那块肉吃了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第二题。OK， 第二题，好，我们在图片里看到什么呢？这一位是。OK， 我们称他为爸爸。好，这个爸爸呢，他在做些什么呢？他在哪里？对，他在河边。OK， 他在河边做些什么呢？你看他手上拿着的钓鱼竿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钓鱼。OK， 好，我们先读一下他的生字词：钓鱼，钓鱼。在爸爸，爸爸，河边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开始排一下它的秩序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刚才老师讲的这个图片里有一位爸爸，我们称他为爸爸。好，他是排第一，爸爸。这个爸爸在哪里呢？他在河边。OK， 我们先找在先，在排第二，在河边排第三。好，第四，他在河边做些什么呢？对，他在钓鱼，钓鱼排第四。最后一个肯定是有句号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开始写，第一个是爸爸。OK， 写上爸爸。记得写的时候笔画是要正确的哦。爸爸在，排第二，在河边。OK， 写上河。边，河边什么呢？钓鱼排第四。写完要写上句号。 OK， 这样子你的句子才是完成了。好，我们读一次：爸爸在河边钓鱼。爸爸在河边钓鱼。OK， 我们来看第三题的图片。OK， 看一下这个第三题的图片。OK， 他们在做些什么呢？他们在做运动，对吗？有两个小男生在做运动。OK， 做运动，身体多做运动，身体才会强壮。 OK， 我们来读一下它的生字词：运动，运动，强壮，强壮，身体，身体，多做，多做，才会，才会。好，我们来排一下哦。 OK， 第一个是多做，排第一。多做什么呢？多做啊，他们在做运动，多做运动，运动排第二。身体排第三。 OK， 多做运动，身体才会排，才会排第四。才会什么呢？才会强壮。
OK， 墙窗排最后，然后写上五。OK， 有句号的肯定是排最后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排一下正确的句子。第一个是跟着它的秩序排哦，多做 OK， 多做先写上去横线上。多做运动，第二是运动 OK， 写上去。运动，好，排第三，可以写上第三。第三字身体，记得写的时候你们的笔画是要正确的哦，小朋友。身体，好，过后是才会。才会强壮，排第五，强壮。壮 OK， 写完过后要写上句号。好，我们来读一遍，多做运动，身体才会强壮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读全部 OK。 第一的，小狗把地上的那块肉吃了。小狗把地上的那块肉吃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题，读一下，爸爸在河边钓鱼。爸爸在河边钓鱼。多做运动，身体才会强壮。多做运动，身体才会强壮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练习单就做到这里。希望小朋友要完成你们的功课。再见，小朋友，拜拜。